港天团草蜢暌违19年再次发行国语专辑，出道31周年还是都没变，也太冻龄了吧！维持这个身形30年不变是多难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韩国，首先要说明，要说明这一点。发布会现场，安心亚现身站台，她自曝曾经被草蜢哥哥英雄救美。因为我之前在国外表演的时候跟他们同台过，然后有一次，然后印象很深刻，因为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要跟一些比较宾客要拍照，然后志哥就把我拉到后面，他就说这个我来就好啦，然后我就觉得哇，被保护的感觉，好美啊。而这次专辑除了草蜢自己的创作外，也有跟周杰伦合作的歌曲。我觉得呢，是周杰伦在这10年来写的最好最好的一个作品，就给了草蜢。本来他要帮我们写2首歌，最后他写了1首给我们，然后我们追了很多次，然后追到现在追到台湾去了。旋律有他的风格，但是唱起来也有草蜢的风格。我们跟周董的生的宝宝，要谢谢阿 J， 谢谢你啊。